自我实现一百日挑战第42日。今日好自我实现，好，我同妈咪一起去做嘅艺术中心。好自我实现，我又同妈咪一起分享我做过啲乜嘢事情。好自我实现，我做到用泥土做到蘑菇。今日我有好准时咁样叫醒阿仔，同佢哋准备去中心。然之后咧，爸 B 又帮手，老公帮我手，照顾阿仔。然后我好好咁休息，仲有准时去到去睇乌龟，一个好好嘅活动。然后咧，我哋仲上咗一个朋友嘅屋企，第一次去啊，跟住去。好好咁样同人 connect 一齐，仲玩游戏，仲有一齐练习默书、练习英文。然后我哋仲翻到嚟同老公一齐煮嘢食，一齐玩，一齐好好咁样倾偈。阿仔教咗我哋一个好特别嘅嘢，然后我同老公都。好投入咁样学习，自我实现俾我哋生活得更加有兴趣、更加有趣、更加充实、更加开心。如果中意就 like、share 同留言啦！拜拜，拜拜。